好，现在开箱埃及夜部火车的早餐，早餐大概7:30会送来。哦，看得出来，这一包是洋芋片，埃及非常多的洋芋片，这个是 cheese 口味 ，cheese 口味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哦，一整个包装的非常丰富，好像飞机餐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应该是肉桂卷。这个优格，哦，优格应该是这个。这个哎，看起来都不错。这个是面包，然后这个是奶油，哦，蛮精巧的一餐。除了早餐的食物之外呢，另外呢，一人一杯咖啡，热腾腾的哦，可以庆恩哦。